大家看到的这一款，我们命名为阔步。现场的规格呢，总宽是295公分，三座皆有电动的功能。我们选用意大利制的 Napa 全牛皮，全牛皮最大的特色是柔软，触感舒适，且有完整的包覆性。在设计的方面，我们以简单利落的线条，还有独立的腰枕设计，坐卧起来让腰部有饱满的支撑感。此款的头枕较高，从头到脚调整角度皆符合人体工学，不会压迫到颈椎。在五金的部分，可以感受到我们采用的顶级意大利原装 Motion 电机马达，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滑顺不卡顿，安静且细密，可以安心的全然放松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款，我们命名为三元，规格呢总宽是298公分。总深呢是我们所有款式里面座深最浅的95公分。我们面料选用的是类毛呢的纤维布料，特色是防勾防磨，基本防泼水的功能，且它清洁很容易。它的外观以地被设计，线条简约，融入不同风格的居家空间，和谐不突兀，搭配性高。此款的头枕角度调整范围大，腰背的泡棉斜度较为突出，所以支撑性非常的好。斯拓以30年的台湾制造匠心，结合欧洲顶级物料，请听独一无二的客户需求，由职人倾注巧思与技艺，定制每一座专属电动沙发，贴合每一位主人的生活轨迹。